诸位要晓得，我们的心平等就能保平安啊，心不平哪来的平安呢？啊，所以远离贪嗔痴慢就保平安啊。这个贪嗔痴慢都叫我们心浮气躁啊，所以此时这个动乱不安呢，原因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远离贪嗔痴慢啊，真正的能够学习戒定慧三学，就决定得平安。第二个问题，就是佛法是无神论，为何华严演义提到每个人身边呢有两个神，一个是同生，一个是同名，这个神是指什么？这个有神论无神论是近代人提出来的啊，这个佛法里面没有谈这个问题啊。那么有些学者们啊，研究经典，认为佛教是无神论。那么这个神呢，就是宇宙主宰的一个神啊。佛教里面真的是没有啊，这个我们要懂。像其他宗教里面说那个主宰的神呢，他确实是主宰人的一切啊，他叫你生你就生，叫你死你就死，叫你享福你就有福，叫你受罪你就要受罪。在佛法里头没这个说法啊，佛法里面的神就跟我们这个世间的官府一样啊，你是这个官府里面纵然是帝王啊，是总统，他也不能随便杀人啊，这个人没有罪也不可以随便杀他啊，他犯了罪了他就执行，那可见的那个生死不是他主宰的，是你自己的造作的啊，你自己造作很严重的过失，那没有办法嘛，按照法律要判死刑嘛，啊，他就执行，啊，他没有能力随便杀人，也没有能力随便给你享福、给你受罪，没这个权利，啊，就是佛门里面呢没有主宰的神，啊，什么人主宰自己命运呢？自己主宰，啊，所以佛法是讲自己主宰，哎，你看这个六道里面。你行善，行善行善，你一定生三善道啊。那么你的心行不善呢，这就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都是自己业力牵引着你走的啊，这个业力是自己造的，不是别人造的啊，所以神不能干预啊。佛法讲无神论是这个意思。那么至于佛经上讲的我们每个人身呢，都有两个神是跟着我们的啊，这个是华严讲的身众神啊，每个人都有一个叫同名，跟我们名字相同啊，一个叫同生啊，我们生他就生啊，我们灭的时候他也灭啊。那么这两个神呢，我们起心动念所有一切造作他都知道啊，所以你了解之后啊，不能说是我做事情可以瞒着人，没有人知道，我们谚语常讲啊，瞒不住啊，天地鬼神知道啊啊，这个鬼神多半只知这两个神啊，他知道
天知地知，啊，这个同生同名两个神，他一定知道。啊，所以明白这个事实，啊，这是事实真相，我们起心动念呢，自然就谨慎，啊，就会小心谨慎，啊，不敢做不善的事情，啊，这个对自己肯定有好处，啊，所以这个神从哪里来的呢？还是自己变现出来的。你到前面来做，啊，那个自己变现，哎，不是哪个人派来的，不是啊。第三个问题，就是在地方寺院新建大雄宝殿，遇到障碍重重，请问这是共业，应该如何消除共业？这个建寺庙，现在国家有政策，那么佛教佛弟子，就是教我们这些学生，一定要遵守国家的政策，这个很重要。国家政策要把佛教灭掉，也要服从，人们不能反抗。啊，你看，在中国过去历史上，三无灭佛，啊，出家在家的这个佛弟子没有抗议的，啊，这是给全世界人一个讯息，佛教徒最安分守己，佛教徒最守规矩。啊，如果人懂得这个道理了，每一个政府他都欢迎佛教，你这个条灭了，别的地方就兴起了。啊，肯定，所以三无灭佛时间都不长啊，大概就两三年了。后面这个皇帝一看到佛教徒这么好，所以就竭力护持。所以佛法马上就兴旺起来了，啊！如果佛教徒其实反抗了，那给人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啊！这佛教徒不守规矩，啊！佛教徒是迷信，那这个政府就有理由啊，来反对你，不支持你，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啊！所以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形式当然重要，形式随缘。只要我们佛教徒做得好，啊，能够给社会带来安定和平，我相信任何一个政府都会拥护。啊，那么今天中国佛教这么衰，可不能怪政府，啊，不能怪社会大众，怪我们自己佛教徒做得不好。啊，你比如我们常常这自己反省啊。啊，出家的佛教徒，啊，沙弥律仪没做到；在家佛教徒十善业道没做到。啊，那就是我们对不起佛陀啊，我们对不起祖师大德。啊，为什么做不到呢？啊，所以我们也用了很长的时间，很深入的思考。啊，那是我们的。这个伦理道德的基础丢掉了，啊，为什么过去历代啊，他们都做得那么好，啊，连帝王都皈依，中国历代帝王很少没有受皈依的，啊，出家的这些高僧大德了，都拜为过师，啊，朝朝代代都有啊，哪个皇帝没有过师呢？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从前做得好，啊，现在我们做得不好，啊，佛教之衰，诸位也是看看印光大师文钞，你就明白了，啊，印光大师对于顺治皇帝，把佛门的这个制度啊。废除，
他批评很多啊。那从前这个出家人呢，在中国明朝以前呢，出家人要考试，不是随便可以出家了。啊，而且考试非常严格，啊，为什么呢？出家，你看经上讲的天人师，就是说你有没有资格做天人师？如果没有资格，不能出家。啊，因为你出家，皇上就喊你老师。你想想看，你能不能做皇帝的老师？啊，你能不能代替皇帝教化一切众生？所以他考试当然要严，啊，考试那个及格证书是皇上发的，亲自发给你，啊，这个证书叫度牒，啊，你拿到这个度牒，你到哪个寺庙找哪个和尚给你剃度，皇上不管你，那就承认你有这个条件。所以很严格，在普通的学问要跟净寺相等，啊，然后还加上佛学，所以他在社会上地位很高，啊，你这个一般是大官贵人见到你不能不尊敬，为什么呢？你的德行你的学问超过他，啊，所以无形当中啊，用现在的话说，这个出家人是所有过级的这个官员的顾问呢，他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了，他就跑到山上来向你请教，你就有能力指导他。啊，那么这个制度啊，顺治把它废除掉了，啊，我们晓得顺治皇帝出家了，大概他也没办法去参加考试。是啊，他要是不废除，他出不了家。这一点私心呢，他把它废除掉。所以这个废除掉之后啊，这个出家素质就不起了，这里到现在就一落千丈了。啊，现在出家没条件，你是怎么行的？所以比不上，基督教，啊，基督教、天主教没法子跟他相比。啊，你是天主教的这个神职人员、神父。最低限度是高中毕业，啊，高中毕业了要念神学院，啊，神学院毕业出来之后才能够担任这个神职人员，啊，那么再高一等是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啊，再去念他们的神学院，啊，我过去在神学院教过书，我对于他们很了解，我很佩服他们。他们的这个制度素质确实比佛教好，啊，比佛教高，啊，这个我们决定不能够由啊，他是不同的宗教吧，就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这是错误的，啊，人家好的地方啊，我们要赞叹，要学习。啊，那么这个。佛门里面遇到障碍，求佛菩萨加持，啊，这个就是正确的，啊，最重要的是自己要真正如理如法的修行，啊，才会有感应。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奶奶生前对人不好，但过世时啊没有生病。”也很安详，请问呢，他老人家不学佛，又为人不善，啊，这样好的瑞相，是否能去善道？不一定，啊，不一定去善道，但是可以肯定，他不受苦，啊，就是在卧道里头也不受苦。这个是可以能够肯定的，他这一生没修的善，过去生中修的大善，他有余善，道理在此地。啊，否则的话就说他不可能呢，他走得那么安详。
这是都是有善根啊。如果这一生能修善的话，那就更殊胜啊，更好了。下面第五个问题，他说家中长辈过世啊，晚辈子女因故没有在身边，是否不孝？现在讲这个词很难啊，在这个时代看孝子不容易啊，太难。这个孝啊，不一定是长辈过世啊不能参加了。长辈没过世的时候，你孝不孝顺？啊，你要不孝顺的时候，还在乎这一点吗？啊，最重要的啊，长辈在世要懂得尽孝啊。啊，在他过世的时候。这还是看世界因缘啊，总要是尽可能的抽出时间呢去照顾啊。如果实在没有法子离开啊，你的工作繁忙有其他的原因，可以啊，这是你有确确实实你有理由。或者是你家里面兄弟姐妹多啊，确实有人能够照顾啊，那么你用你尽孝方法很多啊，最殊胜的方法法布施啊，法布施里面是印经啊，就是现在我们做这个光碟啊、录像带，这些都是属于法布施啊。如果自己有力量啊，请法师讲经啊，这个功德专门用来超度，好啊，太殊胜了啊。请不到法师，如果你有能力啊，用这个光碟录像带了，讲经的录像带，在电视台买一个时间，啊，播一部经，啊，经的长短看你自己的力量。有这个能力，长一点，可以播一两个月；没有这个力量，播个三四天，都可以。啊，这个功德非常殊胜。啊，那这是真正尽孝啊，啊，所以方法了很多啊，不在乎啊这种形式。底下一个问题，就是弟子的儿子从小沉迷打游戏机、赌博等不良爱好，使家人很烦恼，请问师父，弟子应该怎么做才使儿子迷途知返？你带他到庐江汤池啊文化教育中心去学两三个星期就不一样啊。这个是现在有很好的这个机会呀，你要让他接受啊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第七个问题，是因当地道场不愿意做三十七念，请问居士个人在家中播放三十七念光碟，随着做佛事，这样如法吗？行。啊，这个佛法里常讲，诚则灵。啊，你自己有个真诚的心。就会有感应啊，你把功德回向啊给某一个人，他真的会得好处。
底下一个问题是：家母平常学佛精进，但如因农忙而无暇顾及做早晚课啊，即念佛时，即会梦中遇到有人掐他脖子，要求母亲跟他一起走。请问呢，这是护法神慈悲示现，还是冤亲债主来找麻烦，或是另有原因，应如何化解？哎，大概不是护法神。护法神你不用功他就走了，他不会掐你脖子，这个多半都是冤亲债主。这个冤亲债主是善意还是恶意呢？很难讲，你要自己细心观察，去揣摩，或者他用这个方法来警惕你，让你功课不至于间断，在很忙的时候。早晚课可以用身念法，在最忙的时候，那么这个忙的时期过去了，赶快就恢复，不能够懈怠，不能够偷懒，这个是可以的，可以这样做法的，第九个问题是：诵地藏经时看到许多无形众生在身旁，诵经完后就会向我们索取事物，但是我们施舍后呢，众生仍不愿意离去，请问这种情形呢，应该如何应对为妥？那么这些事情我们知道确实是常有，证明鬼神是真的有啊，不是假的啊，它真的存在啊，那么他找你失事之后还找你不肯离去啊，大概你失事的太少，他还没吃饱啊。如果他满足了，他就会离开了。另外一个呢，就事事的时候不如法。不如法说，他得不到。你虽然事事，他并没有真的得到。所以这个要懂。你这个做这个做这些佛事，专门超度鬼神的，所供养的食品啊，都要打开。你像罐头的时候，你不打开它吃不到，所以你一定要打开，或者用纸包的时候都要把它打开，这个是一定的道理。你请客的时候总不能把所有吃的东西都包装得很好，是吧？我们对待鬼神跟对待客人也没有两样所以一定要打开，这样才如法，否则的话不如法，要诚心诚意去供养他，那么一切能够如理如法，这鬼神不会找麻烦，找麻烦的时候总是有原因的，自己要认真检讨，有哪些地方不如法，好好的来改进，对鬼神最重要的跟对人一样，要真诚恭敬，要尊重他们。下面是香港同修的提问，有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弟子前期留下泰国一个佛子，叫鬼仔，请问呢应如何处理？这个事情我不太清楚，留下泰国一个鬼仔，这是怎么回事情？他怎么留下来的？是前妻留下来的，那个
如果是真的，好像是附身的，跟着人这个附体的，那都是冤亲债主。那冤亲债主如果是前妻，他的关系，那他应该跟着走，跟着他走。他要不走，还留在你家的话，那可能是与你们家里有关系，这个要谈条件，要超度他，通常呢，就给他商量，你要问他，他叫什么名字，过去啊，他生在人间，他是哪里人？什么原因找到这里来？都可以问清楚，然后说需要怎样超度他，他会说，或者诵经，或者是拜忏，或者是念佛，给他超度，专门为他做的，那么他会离开的，他是这个得到超度的时候，他也会感激，他会离开。第二个问题，就是请问，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与当时的菩萨阿罗汉身份暴露了还不走？他是修正而成就的。如果你今天修正，那我们讲得很清楚，你能把对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放下了，你就证得阿罗汉，你也可以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什么时候走，那是随你意，你想走真走得了，你想多住几年也不碍事，所以这个情形不一样，如果现在要是说，这个硬化再来的，身份一般不暴露。为什么呢？暴露之后啊，麻烦就来了。哪个人不来拜你啊？你还能修行吗？原因在这个地方还有呢，避免冒充的。这个冒充佛菩萨的人很多啊，给人说。我是什么佛再来，什么菩萨再来的，目的在哪里呢？是叫你来拜，叫你来送供养。他造罪业，他敛财啊，一般人迷信的，个个都愿意去拜他，都去供养他了，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佛这个制度一立定的时候，就不能冒充你暴露身份，你就得走。你要不走，你就是假的，你就不是真的。这个对于正法的维护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如果佛没有这个这么一个措施的话，妖魔鬼怪都来冒充是佛菩萨，整个佛法就乱掉了。众生想学佛学不到了，那才真叫苦死。所以有这么一个规定，你真的是菩萨再来的，就是人家晓得了，他也决定不承认。印光大师，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的，他老人家在往生的前，好像前4年。身份暴露了，但是没有人知道，只有一个念初中的一个女孩子，她怎么知道呢？她梦到观世音菩萨托梦，说大势至菩萨在这个地方，你们跟他有缘，一定要去拜他。她说我又不认识大势至菩萨，她就告诉他印光大师就是。所以以后他们全家人到印光法师去拜他。就说出这个梦，印光法师把他狠骂一顿，绝对不能说。
啊，你要说的时候，以后你就不要再讲。啊，所以一直到印光法师走了往生了，才把它说出来，这是正确的。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给他讲，好像他住世的时候只有很短的两三年他就会走了。啊，果然没错，两三年他真的走了。啊，所以这个不是假的。啊，是我们知道啊这个印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那我们细心就观察印光大师一生他的行持，哎，跟大师之圆通章上讲的很像。啊，你越学思维就越像，真的像像大师之菩萨。啊，所以这是，身份铺路还要炫耀，那就决定是妖魔歪道，决定不是真的。底下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寺、精舍、庵堂、莲舍等名词有何区别？有区别。啊，这个是很普通的佛学常识。啊，这个里面需要跟大家解释的呢，我只解释一个，啊，其余的都不必解释了。寺，啊，寺。这个名称呢，是中国从汉朝这个国家的办公的处所啊，名称叫寺啊。那么寺什么意思呢？寺是永远存在，就是这个机构设立不会撤销。代代相传，啊，跟我们子嗣这个嗣的意思一样，代代相传。啊，为什么人管呢？直接归皇帝管。啊，所以皇帝底下的他有九个机构，九寺，寺的长官叫钦。啊，那么给皇帝。当家的是宰相，啊，宰相就好像是总管一样，啊，真正是管理全国的行政，啊，管理行政。那么他底下也有机构，啊，他的机构称部，啊，你看从前讲礼部、工部、啊，兵部，啊，称部，啊，那个礼部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教育部，他管教育。啊，工部的时候，你想他管工商、工商业，啊，兵部就是现在的国防部，啊，所以他称部，啊，那部的长官称尚书，啊，那个次长呢，称为侍郎，啊，侍郎啊是次长，就是副部长，啊，现在叫副部长，啊，从现在叫部长，从前叫尚书。所以他直接跟归皇帝管的呢，这个就称寺，啊，寺的长官称钦，所以九卿啊，三公九卿，这三公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皇上的顾问，啊，那是德高众望啊，皇上有困难的事情找他们来商量，啊，所以他们位地位啊很高，但是不管事情，他们没有什么职权的。三个九卿是管事的，啊，所以这是诸位现在如果到这个北京故宫去参观，故宫里面你就看到九个寺都有。啊，我们佛法里面常常讲到鸿胪寺，啊，鸿胪寺是管外交的，所以从前外交是皇上管，啊，不归宰相，啊，鸿胪寺卿就是现在的外交部长。啊，因为佛法是从外国来的，啊，所以最初来的时候啊，是鸿胪寺接待，啊，那么以后
佛在中国呢，也就正式成立了一个机构，也称寺。啊，你就晓得，那个佛的寺管什么呢？管佛陀教育。啊，所以在中国这个教育呢，就变成两个机构了，皇上管的是佛寺，宰相管的是礼部。啊，那当然皇上比较吃香嘛，所以这个寺就遍满天下了，啊，到处都有了。啊，这是这个就是佛教教育啊，比这个国家正统教育还要普及。啊，道理在此地，啊，所以寺不是庙，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庙是供养鬼神的，啊，皇帝家里面祖宗称为庙，啊，叫太庙。百姓家里面供养祖先称祠堂，所以祠堂跟庙是一个意思，啊，跟一个意思。所以庙是供鬼神的，啊，可以说是宗教，啊，但是寺不是，啊，寺是教育。这个要辨别清楚，啊，可是现在呢，现在这个寺真的也变成宗教了。为什么？它里面没有佛陀教育，啊，原本是佛陀教育，天天上课，讲经是上课，啊，天天上课，而且还分很多讲堂，要每个人喜欢不一样，有人喜欢听这个经，有人喜欢听那个。啊，所以寺院里面呢，就叫分座讲经，啊，就首座和尚可以有好多个，啊，分座就等于说一个学校里面呢有很多教授，有很多教师，啊，喜欢学哪一门，都可以到那里面去修学，啊，这是中国从前的寺院丛林，啊，现在变质了。以前没有超度佛寺，啊，没有这些东西。嗯，最后一个问题说，此次在巴黎办的活动，大家都很赞叹，但是也有人以为这些工作属攀援外道的做法，敬请开始。这个事情就是见仁见智啊，啊，个人不一样。今天做什么样的好事，都有人来找麻烦，啊，都有人来挑剔，啊，那我们要问这个事情该做不该做，啊，那么我们佛教要不要在这个社会上能够啊做到普及，能够让大家呢肯定，需不需要？如果不需要，巴黎这个事情他讲的就对了；如果需要的话呢，那巴黎这个事情就做对了，没有错啊。佛教这个宗教啊，不但是在国内啊受很多限制，人家批评的人都是迷信啊。那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到今年呢是60年啊，60年当中呢从来没有碰过宗教。今年是第一次用宗教啊做活动的主题，太难得了啊！这个不但肯定啊，人民需要宗教啊，世界需要宗教，他就肯定这两句话啊。那我们说不应该做这个，就是说人民不需要宗教。社会不需要宗教，
那我们到巴黎去做就做错了。你们想想需不需要？啊，现在真正了解宗教的人确实不多，包括联合国。啊，所以联合国有这样一个举动，啊，那正好，我们让联合国认识佛、认识宗教，啊，我们才参与这个活动啊，啊，难得的，他用的这个题目是庆祝释迦牟尼佛2550年的圣诞。这是个大的节日啊，50年算一次，那2550年，那下一次再的是，再就是3000年，啊，至少是，2600年，啊，算50年是一个大节日，那也就是50年一次啊。啊，那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啊，欢迎全世界任何宗教都参加。啊，所以这次有10几个宗教参加。啊，联合国第一次做3天的会议，下来之后，联合国的秘书长非常欢喜。啊，许多大国的大使，啊，他们也正好碰到开会的会期，不能来参加，但是派他们的副大使，派他们的秘书来参与，看了之后回去报告。啊，他们跟我们的反映，说这一次联合国的活动，是非常的稀有，非常的难得。啊，为什么呢？和平。啊，那我们就想到了，大概联合国平常开会都是吵吵闹闹，我们真的没有意见的，没有任何人提出什么什么什么反对意见闹事的，没有。啊，所以联合国很欢喜。啊，而且跟我说，他说法师，以后要做这种活动嘛，我们联合国全力支持。啊，大概过去不敢碰啊，可能也就是误会，宗教跟宗教之中啊，一定会有冲突。啊，那冲突当然他们不愿意见到，没有想到这10几个宗教在一块这么样和睦。啊，这个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啊，看到这个现象啊，非常欢喜啊。啊，所以世界和平要化解冲突。达到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从哪里下手？从团结宗教下手。啊，这是我去年跟马来西亚啊前首相啊马哈蒂谈的。啊，这个人也是世界闻名的，啊，非常稀有的一个国家。领导人，他在位呀22年，不是，这是个长命的，这世界上领导这个国家的做22年的，很少，没听说过，他做22年首相，啊，他们是君主立宪的国家，啊，国王不管事，跟英国一样，跟日本一样，啊，国王不管事。真正管理国家的是首相，啊，是要总理首相。啊，他问我，这个化解冲突啊，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要从哪里下手？啊，我当时就告诉他，啊，我说只要把4桩事情做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啊，他说哪四样？我说第一个。国家跟国家，第二个是派系跟派系，第三个是族群跟族群，
第四个是宗教跟宗教都能够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可是这四桩事情啊，都很棘手啊，没有法子啊。虽然四桩事情都很棘手，但是从宗教呢比较容易。如果宗教真的能团结起来了，宗教会影响政治，会影响派系，影响族群。从这下手，容易，能做得到。马哈迪对我这个说法了，同意。他也很欢喜。所以去年年底，他在马来西亚召开一个国际和平会议，要我去参加。那个会议是四天。承蒙他对我非常礼遇，我也很感谢他。所以宗教团结真的是一个好的方式啊。那么我们过去在新加坡，把新加坡九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这一次到联合国，我也邀请他们。开幕之前呢，上台十个宗教手牵手一排，为世界和平做祈祷。这个让大家看到确实很震撼的。这个不同的宗教怎么会手拉手？所以这是一桩好事情。这是为世界和平，绝对不是攀援。如果要是攀援，四弘誓愿头一条要把它删掉，头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你就要把这条删掉啊，不要度众生的，自顾自就好了，顾什么众生呢？如果你要顾到众生，现在众生这么苦，佛法帮助人利苦得乐，你说这个事情要不要做？那么由此可知，众生这么苦啊，有义务要帮助他。你要不帮助他，你的慈悲何在呀？基督教、天主教，你爱心何在呀？所以障碍这个呀是外道。赞成这个，这是佛道，这是宗教。任何宗教他都赞成。我们这次活动，所有参加的宗教，不同的宗教都受到感动，而且都非常认真地来说，我们从此之后啊，更要团结了，更要把世界和平的这个责任的时候啊，要承担起来，很难得了，我们听了都受感动。那么我在大会里面还提出了，真正要世界宗教的团结，团结成一家人，所以我希望联合国，能够办一所世界宗教大学，每一个宗教成立一个学院，有十几个宗教就十几个学院，将来我们都是同学，不管哪个宗教都是同学，只是我们念的院系不相同，所以不但呢要学好自己的这个经教，也要学习别人的宗教，我们当中这个矛盾才能够化解，对立才能化解，真正走向和平，走向安定。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其他的一些国家，都有兴趣的时候都能够办宗教大学，每一个国家呢，像中国，中国的宗教大学，我
我们这次遇到泰国大师，天天在一块，那泰国是佛教国家，泰国可以搞一个宗教大学，联合国搞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可以搞国家的，这个好，所有这个自己国家所有宗教徒，等于说一个训练中心，都是从这毕业出来的，基本的理念都相同，这个才能真正达到团结，才能达到互相尊重，互相礼敬，互助合作。下面是网络同学的提问。哦，这有十几个问题。如果说世间的一切都是幻象，都是不实，那么佛菩萨又为什么要到娑婆来救度我们这些本来不实的众生呢？没错，你这个问题呀，这个《金刚经》上有答复。多多的念念的，你就明白了。《金刚经》上，释迦牟尼佛否定他没有度众生，受众生的度者，天天度众生呢，并没有真正众生的度，这个理很深，事也很复杂，你可以慢慢的去思维。去想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想通了，你的境界就会向上提升大幅度第二个问题，真心切愿的求生西方，一部《无量咒》受经呢，都嫌夹杂，最后啊，是不是连这一句佛号也是多余？这一句佛号要到极乐世界，你才真正能求。不到极乐世界，这一句佛号要放下了，那你就永远搞六道轮回。这个道理要懂。经典作用在哪里呢？作用在破迷开悟。我们今天念这句佛号，我们的信心不肯起，还有疑惑，所以经典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如果你有真心切愿，那就可以不要经典，一句佛号就成功。如果你还有怀疑，你一定要读经，那我要问你要不要读经？你肯定要读经，为什么呢？因为你提出问题来问我，我就知道你信心信愿不肯切，所以你一定要读经，你不读经啊，你那一句佛号念不好，真正这一句佛号念好了，你不会到这来提问题了，第三个问题就是，居士怎么做三时息念发誓才算如法？书文上说的发主，和尚啊，写净空发誓行吗？确实，现在地区有不少啊，这个做三时息念的，这个发主都是写了我的名字啊。换一句话，都上在我这个账上，是不是？那么一定要做的如理如法，不如法不行，要做的如法，用真诚心去做，就会有感应。
这个前面有人问过吗？如果实在没有法师的话，一个人在家里播放这个录像带的话也行，跟着录像带一起做。那么做这个呢，当然都是超度了家亲眷属，一定是有这些事情，否则的话，你不会用这种方法。但是只要真诚呢，会有效。如果这个地方有法师，有大德，一定礼请，在这个寺院庵堂里面做，那是最如法的。不但度自己家亲眷属了，也度很多无形的众生。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一名在校学生，几个月前学习强扭老居士推荐的呼吸念佛，觉得有一定收效，但不少人认为这个方法有问题，说呼吸念佛了，培养的是摩纳什念佛，并不是出于自心。虽然摩纳什念佛了，心中还是妄念纷飞，起不到效果。请问，呼吸念佛这个方法能不能用？念佛时妄念不断，是否妨碍效果？这个念佛时妄念不断，初学的人都有这个现象。不可能一学的时候，你妄念就没有了，是不可能的。你看祖师大德还告诉我们，真正在从前这个寺院里面修行，净土寺院里面修行，念3年佛。你像这个，印光大师，灵岩山的道场，这是在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净宗道场。念3年，他说一支香还会起3、5个妄念。那一支香是多少时间呢？我们寺院里面烧的香有长香，有一般的香，长香是1个半小时。一般的香是1个小时，那换一句话说，就算长香嘛，1个半小时还有3、5个妄念，功夫不错了，哪有的时候一念的时候，就开始念的时候妄念就没有了，不可能的事情，怎么样对付妄念呢？妄念起来不要去理会它，你去理会它，妄念不就又多了个妄念吗？那就增长妄念嘛，根本不去管它，把整个精神集中在佛号上，这样子妄念慢慢就少了，念到真正一个妄念不生的，20、30年的功夫未必都能做得到。所以，要的是功夫深不能着急这个事情急不得的。妄念是我们也养成习惯了，无始劫来养成习惯，对，它自然就生起来，你压都压不住，所以一定要知道，长时间的熏修，慢慢的减少，这就好了。如果你能够检点，我今年的妄念比去年少，这就有进步了。如果想到今年跟去年差不多，甚至今年妄念比去年还多，那你就不行，你就退步了。你要这样去想就对了。至于用什么方法，也不一定，个人根性不相同。呼吸念佛呢，也不是强扭居士发明的，自古以来就有。这个跟那个素习观的时候
连在一起。哪一种方法对自己真正有效果，就是让自己妄念少。佛号能不间断，那就好。第五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认为念佛时应当心中想着佛，如大势至菩萨说的怀着一种如子一母的思念心去念佛方有效果如果不意念呢，执念佛号或是心念耳闻，只能作为除妄念入定的一种方法，请问这种说法对吗？这个现在说法很多所以学佛学道或者是古时候人求学最重要的在四乘四乘是跟一个老师学你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容易成就现在四乘没有了所以你学佛呢你会听到许许多多的音声音声纵然是都是正确的佛家讲嘛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正法无量法门四弘誓愿里面讲法门无量誓愿学为什么要学呢？众生有无量的根性，你没有无量的法门，你就度不了无量的众生。可是你一定要晓得，你必须先成就自己，才能学无量法门。你自己没有成就你没有资格学无量法门。要一开头就学无量法门呢？肯定不能成就你的心是乱的你的思想是乱的你不能成就佛法它终极的目标是戒定慧戒就是规矩要遵守规矩目的呢是要得定我们念佛也不例外念佛三昧就是定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那就是定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就开了这才能解决问题那是这个道理不能不懂所以从前人学佛了一个老师不是到处跑庙到处跑庙你心就跑乱了那你听会听到很多声音你就没有法子了你跟一个老师跟一个人学你就会有成就那么我学佛实在讲呢就占了这一点便宜没有到处乱学老师不准我学这学方东梅先生一个人他不让我听别人讲课也不让我接触别的学生他每个星期天在家里替我上课学生只有我一个这个就是古时候人讲的思乘入佛门之后头一个就是张家大师我跟他三年接受一个人指导
3年之后，他老人家往生了。过了1年，我再找到第二个老师，李老师。李老师，我跟他深。一个老师，进门的时候就叫我，谈条件，你要到我这儿来学习，要来拜师，这是可以，有三个条件，三个条件你能接受，他说我收你做学生，你不能接受呢，那你另请高明，你到别的地方去，这三个条件，第一个，你从拜师这一天开始，只能听我一个人讲经，一个人教你，任何在家出家的大德，你都不能够亲近，你都不能够去听。这头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因为我过去跟方先生学的哲学，跟张家大师学了3年，对，那个我不承认，通通作废。你到这儿来从头学起，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从今天起，你看书，不管看什么书。世间的书、佛书，没有经过我同意呀，不准看。你看的东西都要得我同意，连佛经都是这样。这你就想想看，这三个条件能不能接受？我们初听了之后啊，从来没有遇到这个老师这么跋扈啊，好像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可是我们也知道，李老师是个真正的善知识，很不容易遇到的，所以想了一下呢，还是答应了。那么这么我们正式拜了老师，遵守这3条，3个月之后，我们就晓得产生效果了。为什么呢？眼不能乱看，耳也不能乱听，一切听老师指导。3个月之后啊，烦恼就是妄念的显著减少了，这个减少之后啊，智慧就开了，智慧什么开呢？从前听东西听得不很清楚，现在会听得很清楚。从前领悟不到的，现在听的时候能够悟出一些东西。以后到半年的时候就更显著，才知道老师这个方法高明。他先把那些堵塞。你像现在的时候，这个机会很难得了，你进听这个人，你听那个人，听了一团糟，到底哪个是对的？你要去问问都对。在对你来学习时都不对，为什么呢？你同时走好多路啊，所以一个老师教是一条路啊，两个老师两条路啊，两条路你走走吧，3个老师3岔路口，4个老师10字街头，你要搞个10几个老师你怎么办呢？你怎么会有成就呢？所以古人呢，这个老师教学生，对学生要负责任。他一定帮助你把你带出来，就从迷惑颠倒带到这个觉悟破迷开悟可是你要是有怀疑对老师有怀疑，那就没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非常不容易那么我们今天教学到哪里找这个学生呢？找不到现在没有了，像我们这样乖的学生，老师怎么教就怎么服从，100%的服从，一个都找不到了。那么我遵守老师
这个三个约定，10年，10年根扎下去了，才有这么一点小成就，所以非常不容易。那么这就是，除妄念，老师教我们放下、看破，看破、放下。那李老师教我们这个方法，真的是教我们放下。放下了，看破是智慧呀，帮助你看破。看破之后，又帮助你更深一层放下，所以以后我们明白了，原来成佛之道啊，就是看破放下，放下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到最后等觉菩萨，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也放下了，他就圆满了。所以我们现在懂得了，开头一定要放下了执着。对事处世间一切法的执着，真放下了，就证阿罗汉果了。再把分别放下了，那你就证菩萨果位了。最后再把妄想放下，你就成佛了。这个道理要懂啊。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佛学院，佛学院我也教过，时间不长。教过很短的一个时间，以后怎么样呢？不敢教了，良心责备也受不了。为什么呢？佛学院里的课程很多，老师太多，把学生都教糊涂了，所以这是罪过，这个是不敢的。所以从前放老师讲啊，误人子弟那我们向佛学院建议，希望学生呢都能够专学一门。佛学院不答应，他说这样呢就不像佛学院了。佛学院一定要像学校，要派很多课程，每天派很多课程，这个请很多老师，所以我教了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不敢教。不忍心教下去，所以我们自己是受一个老师教的，知道呢一个老师的好处，那多几个老师讲的真的都不一样，所以学生学了之后不知道听哪一个人好，所以佛学院毕业出来之后啊，学了一点佛法的皮毛常识，你这教义的时候什么都不懂，那么一般佛学院大致上都是如此，所以这个中国古老的教学它有一套道理，比这个西洋科学的方法了，我觉得更科学更有道理，就是一门深入，所以我们这一次从巴黎会议结束之后，我就访问英国，接受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的邀请，给他们上了两堂课，他们的汉学系，这个对象是他们的教授研究生，回来之后我有很深的感触，那么汉学这个程度啊，要跟从前比呢差距很大，那原因在哪里呢？中国汉学的老师那外国人到哪去？中国大师没有了。
所以这很值得忧虑啊！啊，中国传统的学术，儒释道三家，啊，现在儒释道三家都没有大师，啊，他的水平当然下降嘛，啊，所以我们就非常忧虑。啊，我们汤池这个事情做成功了，啊，效果我们看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决定把汤池交给国家，啊，无条件的奉献给国家。我们不做了，啊，让他们接着去做。啊，这个汤池这个事情也是世界都知道了，啊，联合国一宣布，世界都知道。那么我们着急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培养儒释道三家的老师，啊，时间最少要10年，啊，10年呢，专攻一部经，啊，他有方向，有目标，他一条路，啊，10年呢，他心就定了，啊，专攻一部啊，他有成就，你要学好多门。那我们希望能有50个人在一块学习10年，啊，每一个人呢专攻一部经，啊，这一部经就是儒释道都可以选，啊，道家可以选老子，可以选庄子，啊，10年专攻，啊，儒家可以学论语，啊，可以学孟子，啊，也是10年。只学一样，不能学第二样。那么佛教经典也是如此，一佛如是。啊，10年专学一部经啊！啊，有很多人要来报名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我们的教学很特殊啊。你要有能力，你没有这个能力，还要有德行。啊，德行的基础呢，我们要求。一定要落实《弟子规》，《弟子规》儒家的，要落实《感应篇》，啊，《感应篇》是道家的，要落实《十善业道》是佛家的，儒释道三个根，啊，你没有这三个根呢，你学什么都学不成，啊，人没有道德怎么行？那所以伦理道德是根，是基础，啊，你要100%的落实。如果出家人呢，至少还要落实沙弥律仪啊，这是我们学欧耶大师啊，一生呢遵守沙弥律仪啊。那么你要有这个根，有这个根之后，儒释道选一部，专攻一部啊，10年下来啊，这怎么个教法呢？你自己要有基础啊！我们的采取的佛门是大藏经啊，儒跟道呢都在四库全书里头啊。你从四库里面去选啊，选了之后啊，我过去教学不是我讲给你听啊，不是我讲经，我讲给你听。我讲你听，不是的，教学我教你学啊，是你学啊。我以前教过啊，我的学生也很喜欢我啊，但是什么学生非常辛苦啊，一个星期是4个小时课啊，我在李老师那个研究班里面，我教《金刚经》啊，教过1年啊，教学的方法啊，那个时候是有2个学生啊，发心的学《金刚经》，他说好啊，学生很多，别的是旁听，这2个是真正学我这门东西啊。我上课的时候。把经文从哪里起到哪里，我指示指给他，然后提供给你要去参考哪些东西
那我交代完了之后，我的课就没有了。下一堂上课的时候呢，一堂课50分钟，两个学生抽签，抽到的时候就上台来讲，你讲我听，50分钟你讲40分钟，最后10分钟我做讲品。我是这个教法，所以学生很苦，他们告诉我，我这4个钟点的课啊，足足要准备2个整天，很苦，但是怎么样，很有受用。他要查很多资料，他要写笔记，他要上台讲给大家听。我是坐在最后一排，为什么？最后一排你的声音要我听得见才行，那听不见的时候，你的音量不够啊。所以我是这种教学法了啊。那我将来带着50个学生也是这个教学法了。你们5个人，50个人，每一个人现在。每个人至少1个星期要做一次报告，2个小时，我天天要听，2个小时你讲给我听，我最后的时候会2个小时大概90分钟的样子，你要讲70分钟，留下20分钟，10分钟，同学们批评，10分钟我做总结论，我是这个教法。你没有这个能力，你没有法子参加这个班的。这个班不是像我天天讲经你听经，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是文言文没有句逗的，四库全书没有句逗，你连句子都圈不下来，你怎么能学习？你就没有法子学习。所以这个不是普通班的。这真正是研究班的那么这种教学法告诉诸位，在从前的大学就是这个教学法从前大学教授没有上台讲给你听的，没有都是指点完了之后，下一个重点你讲给老师听这叫教学，我教你怎么学不是我讲你听的，哪有这种道理我讲你听是教小学生的，那哪里是教大学生的？这一定要懂这个道理那么10年，你自己专攻一样东西，你至少参考10种资料你才会真有成就你那一门东西将来是世界冠军那是真有成就那才叫大师所以我不敢讲教，我叫供养，我愿意供养50位大师我们儒释道的大师，我愿意供养他我来陪他们这才能成就所以不是那么儿戏的。我要来报名台的吧，那还行了，那50个人就不必挑了，太多了。所以人家问我的时候，那要怎么样才能参加这个班呢？先到汤池去学习到汤池去学1年在那边什么，在那边教1年你能在汤池教1年，教得很有成就大家赞叹，由汤池那边的时候推荐所以我们不是报名的是要你自己真的去教你这个基础的伦理道德就真的做到了你对学生对朋友对同事对这个宾客到汤池去访问学习的人非常之多今天他们打个电话来非常欢喜有19位到那边参观，是县的代表，就是10几个县，每一个县一个代表到这边参观，而且的时候每一个人呢还捐了100块钱，他收了
1900块钱，说难得了，这是这个是各国县这个县代表的时候支持我们这个中心的，啊，非常非常难得。啊，他说一般做官都是要钱的，就能送钱来的，这个太难得了，这样的，啊，所以虽然其实不多，但是好事情。如果全国每一个县的时候都派代表来送，那我们的钱就用不完了。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一个制度、一定的方法，啊，我们才能够真正培养人才出来，啊，所以现在学校为什么出不了人才，你就明白了，啊，就为什么，大学给我的教授我都不去上课，那上课浪费时间，学生心浮气躁，啊，那有什么去头啊？啊，所以我是很欢喜呢，跟大学生教授，我们举行座谈会。啊，我们来交流，啊，这个倒很好。底下一个问题，请问释迦佛说法49年，是以化身说的吗？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佛经，有没有可能最初整理的弟子或已经是？和历代祖师加入个人的思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不是化身，是应身。啊，应身就是也是有父母，也是有投胎。啊，这叫应身。那化身呢？没有父母，变现，他事情办完了就没有了，你再找不到了，那叫化身。就化身是时间短，大概都是对一两个人，不是对很多人，对很多人要用应身，啊，跟我们的身一样，啊，这才行，啊，不能有两样，啊，那么我们这个佛经，啊，确实历代都有人怀疑，啊，因为佛说法的时候并没有记录，啊，所有一些经典都是佛灭度之后弟子们的记录，但是集结经典的这些弟子以及在中国翻经的这些法师都是正果的人，这不是普通人。我们初学佛的时候也有这种疑问，李老师告诉我，三经翻经，你看底下那个翻译的人，三藏法师。李老师告诉我，至少啊，他们都是三国以上。那在华严经上讲呢，三国以上是什么地位？我们实性的菩萨。实性菩萨大概是第五性到第六性，最低呀，都是这样程度，那么还有高的有初住菩萨，到实性初住菩萨叫已经的集结经的时候，里头很多佛菩萨再来的，那不是普通人。所以对于经藏不能怀疑，怀疑你什么都得不到，这个真正的原理原则你真诚到极处吧，碰到就会开悟，所以中国六祖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六祖不认识字，你要说这个经里头有问题，他不知道，他不认识字，他也没念过经
可是别人把经念一念的时候，他就读懂了。哎，他给你再讲一遍的时候，你就开悟了，大彻大悟了。这什么道理？我们对经典看不懂，看不出意思，要怪自己啊，自己业障太重啊，烦恼太重啊。如果你真的把烦恼断掉了，这个经一看意思就出来了。我讲经的时候曾经说过啊，不但是佛经里面字字句句含无量意义，我们世间小学的小朋友念的课本字字句句也是无量意义。佛法里说的缘人说法无法不缘，真正觉悟的人，你要是让六祖大师讲讲小朋友念的小狗叫小猫跳，你看看他讲的跟华严经一样，那他真的讲无量义出来了，那他程度不一样吗？境界不相同吗？所以我们要相信释迦牟尼佛说他一生所讲的没有说一句经的，谁要说他讲讲经是谤佛啊。这一句话就是当头棒喝啊！你怎么能怀疑他呢？你怎么能批评呢？他没有说过，他要说了，你可以批评他，没说。49年，说而无说，无说而说，你就无法批评他了。我们这个世间有说，有说就可以批评，他无说，无说而说。你为什么不懂呢？因为你有听。所以你就不懂，要怎样就懂了？无听而听，听而无听，你就懂了。妙就妙在这里，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这个周讲确实是有真理存在，我们是被迷惑了，佛菩萨的教诲没别的，启发我们的自信，帮助我们觉悟，只要我们放下迷惑颠倒，放下贪嗔痴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一样不同。我讲华严的时候，也要有不少次的透露啊，大放光佛华严的时候，是我们整个宇宙。我们看这个经文是整个宇宙的一个说明书。真正的华严经不在经本上，真正华严是整个宇宙，整个的人生。所以你才晓得那个法无量无边无有止境。底下第七个问题就是，请问没有开悟的人如何能坚定相信有六道轮回，因果轮回？这个佛说了，你没有开悟能相信的，是你有善根，你会真心不疑，另外呢，没有开悟的人呢，他听到这个事情，他求证，或者是他真的见到了。真的遇到了。我初学佛的时候，有个老先生，年龄大概就是像我祖父一样，大我39岁，真的是祖父辈了，非常慈悲。我26岁，好像他那个时候是将近快到70岁，将近70岁了。他告诉我，他学佛的因缘，
抗战期间，他住在重庆，那个时候做官，是西康这个税务局的局长，他管这个财税的。他有一天晚上跟朋友们打麻将，打到很晚，大概是夜晚呢两三点钟，这散了局，回家去了。那个时候官虽然做大，也没有车，要走路啊，要走路回去啊。他回去的时候，这深夜深，路也很远，大概总要走半个多小时。他说在路上，就看到一个女人，在他前面不远，他也就无所谓了，反正都是同一条路嘛。他说走了很久，忽然想起来，他说这么深的夜，怎么会有一个女人的时候单身走出来？这么一想，就汗毛直竖。他说仔细去看的时候，只有上身没有下身。这么就吓的是，从此以后他相信真的不是假的，亲眼看到的。他说绝对不是看花，为什么时间很长？在一块走的时候将近半个小时，你说是？他说从此之后他相信这真的不是假的，这是他相信佛入佛门的，所以不相信轮回呀，不相信因果，你就从细心呢，从你这个一生经历的过程当中，你去留意，你一定会见到，这因缘果报真的也就在眼前，细心观察，通通能够看得到，看到那就真的，那不是假的了。底下一个问题，他说：“请问，每个人本来就是佛，还是只是有佛性而已？如果本来是佛，是和释迦佛一样的果位，以后即便成佛，是否还会退转？因为看不懂楞严经，所以请求法师解惑。”这个问题我不跟你讲，你慢慢听经。是确实是世尊在楞严经上，这个问题是富罗那尊者问释迦牟尼佛的，释迦牟尼佛有很详细的解答，在楞严经上。看不懂经呢，看注解。楞严经注解比较好容易看的，圆音法师的注解。圆音法师有楞严经讲义。在30年前，我在香港讲楞严经，就是采取圆音法师的讲义。因为他是近代的人，虽然是用文言文写的，很浅显的文言。不难懂，你去看注解。注解看不懂的时候多看。古人讲嘛，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为什么呢？一千遍念下去你心定了，定了就会开悟，就懂得了。现在为什么不能开悟呢？给你讲你也不能开悟。为什么？心浮气躁。你心没有定下来。我跟张家大师3年，我在他老人家里面学出很多道理，他话不多，那我们每一次去，星期天去都是2个小时，2个小时说多少话呢？我想没有超过30句话，他话很少。他要你什么呢？他要你定下来。所以跟他在一块坐的时间很长，不说话，眼睛看眼睛。
问他一句话，啊，总是要好多分钟之后他才答复你。他要看你整个定下来了，他跟你讲。啊，你没有定啊，你还有妄念，他不跟你讲，讲了没用处。啊，所以话很少，可是什么？你会记住的时候，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教学法很厉害，啊，一定要你全心、精神贯注，心静下来。啊，所以古人讲“读书千遍”呢，就这么个道理。啊，你心定了，你专注了，会悟出来。底下第九个问题是：所有的相都是心性变化出来的，请问心性啊？或者是佛性又从何而来，证到什么果位才能知道那是不生不灭？大乘教里面讲证到八地，不动地，你这个真相啊，你就完全能够明了了。那么现在科学家对这个道理逐渐逐渐讲法的时候，跟佛法很相接近。如果你不懂这个呢，多看这个科学的书籍啊，这个科学特别是讲这个量子力学，讲微观世界啊，你先去研究这些东西，你心里有个概念，然后这个佛法讲啊心现识变的道理，你会体会得到。下面一个问题，若是植物人的大脑已经死了，家人禁止给他食物一直到死，请问是否等于杀生？这个是错误的啊！我们纵然对于植物人也要照顾他啊，也不能够断绝他的饮食，断绝他的饮食，这个确实是非常不仁慈啊，一定要照顾到。下个问题是，若知道自己得了绝症，活不了多久，为了孩子和父母啊以后的生活，所以买个保险赚保险，请问算不算偷盗行为？这个不要问别人，问自己。真的得了绝症，现在山西小院给我们做了最好的例子。如果你真的是孝养父母，真的要教养儿女，我相信啊你应该还要多住几年，你那个病会好的，啊，绝症也会好，啊，为什么呢？你自己的业报是没有了，我现在是为别人，啊，要托别人的福，啊，别人有福，你就会常住，啊，到别人没有福了，自己寿命也到了。那是可以告别了。第十二个问题，请问人从哪里来的？从无人到有人的时代，其演变过程呢如何？这个没有法子细讲啊。可是我们讲《华严经》的时候，希望你多听啊，《华严经》讲过啊，在这个。是早很早了，在世界成就品啊，在这个华藏世界品啊，都讲过这些问题啊，可以从前面呢看起啊。十三个问题，他请问佛菩萨为何不现出大音声和大光明，让所有的世界的人畜生
在同一时间能听到佛菩萨讲法，虽然我们有业障，但佛有大神通，是否能帮助众生见闻佛菩萨？要告诉诸位，不能。啊，为什么不能？这个大乘经教上讲的很多，佛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他怎么讲法？啊，那我们现在这种想法，都把佛菩萨当作是我们普通的人，都起心动念，啊，他可以这样做法，他倒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说他怎么讲法？啊，所以众生有感呢，佛就有。啊，那么感应道交的例子，我们在江本博士的水实验里真的得到了科学的证明。啊，所以佛菩萨与众生呢是感应道交。啊，换一句话说，它是被动的，我们是主动。这个就是大经里面说佛不度众生的道理。啊，那么佛应化在世间，啊，帮助我们是阶段性的，啊，是帮助你初学。初学还是这个感应，啊，绝对它没有意思。说我有个意思，动个念头上，那他就变成凡夫了，他就堕落了，没这个道理的。啊，那么我们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话了不起啊！啊，所以一切我们要从内心里面去反省，啊，才能解决问题。啊，碰到疑难问题，不要向外面找。从内心去找，啊，这才是解决之道。啊，那么佛法讲得很清楚，啊，所以真正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看破放下，你放不下吗？啊，放不下什么？放不下执着啊！所问的不是全是执着吗？全是分别吗？你真能够把分别执着放下了，你还会有问题吗？你就不必到这儿来了，我们大家都生死，所以通通没有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碰到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关的时候，自己要冷静点，啊，往里面去找，不要往外头。啊，外面是越找越复杂。今天的问题多了，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底下一个问题，《地藏经》书在梦中啊，可清临我们看到注卷书，请问为何不能让我们在清醒时候看到？我每天念地藏经，但疑问很多，请求开始。你所以看不到，念地藏经看不到，就是因为你疑问很多，你要没有疑问。